为了防止老师从后门监视，这后视镜装的也是没谁了。这预警设备还是留着上路吧，上学能认真点吗？说起创意，我女朋友不仅有创意，还心灵手巧。看看她给我织的毛衣，结实暖和，再也不怕冬天出门冷得打哆嗦了。中国好女友非她莫属。带你长发及腰，嫁我可好？这位美女长发都快及到脚底板了，哪位大哥赶紧过去求个爱，表个白呗？再靠近一点点，我就跟你走。我就说做梦总在做愚公移山的，就是今天的山特别重，可能愚公都无能为力。喂，110嘛，有人谋杀。虽然头部受伤，但意识还是很清醒的。身受重伤丝毫不影响我陪你一起来召唤石峡谷，带崩三路。这可能就是用生命和朋友开黑吧。所有人都问我倒插门是什么意思，那么今天我就自己亲身示范，形象地给大家解释一波。开屁股翘好处是很多的。听说网吧越高，接受的网络信号就越好，网速就越快。不愧是高速网吧，我爬上去网速能起飞吗？小哥，这车骑着应该挺累的吧？快拉倒吧，这车架得起你的灵魂，也架不起你的肉体。谁还没有个大长腿了？这性感怕也是没谁了。就是整体画风有点不搭，姑娘，你可能有一双假腿。